噔噔噔！哎，这啥东西？又是选一个，我看到这里有小马的两元包，难不成又是铁粉来给我放的？那这边呢是这种大的烟盒呀。现在呢我已经不玩烟卡了，而且这种大的烟盒我也不会折呀。那咱们直接选这个小马的两元包呀，希望这一盒里面拆到黑贝吧。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点赞留下，帮我积极欧气，助我开到黑贝呀。到家了，我们赶快把这盒小马的两元包给拆掉吧。嗯，啥情况呀？纸巾？还有一个吃过的魔芋爽，哎呀，这不是铁粉放的吧？这被骗了呀！可恶的黑粉，那我还是要来两个大烟盒吧，摔在前面吧，还好没有被人捡走呀。哎，又是被黑粉骗的一天呀！选一个，选啥呀？哎，这背面真的有一个黑粉流啊！那现在我是坚决不玩烟卡了，那这两个大烟盒的话，就先扔一边吧，我也没用的。又是被整蛊的一天呀，但是我也习惯了。我又不是人民币，做不到人人都喜欢。我也不是你们游戏里面的各种稀有装备，对吧？那有人会喜欢我，当然也有不喜欢我的。家里面还剩了小马的十元包，我跳几包，等一下拆掉吧。这边还有奥特曼的十元包，拿几包。这边还有黄金满，这里还有一元，拆两包吧。角落还有三元包，拿两包。开奥特曼卡片呢，需要把我的本体放在旁边，做开到稀有好卡。先来一包三元 SR， 再来一包 SR 奥特曼一元 SR 十元。刚刚的全是 SR， 十元包总不能全是 SR 吧。三地卡特林加奥特曼强力型，鱼饵卡迪加奥特曼强力型，再来一包三地卡折头奥特曼原始形态 LGR 欧布奥特曼智勇形态，还有一包三地卡永恩闪耀特林加鱼饵卡布莱兹奥特曼法多兰盔甲，还有一张横版剧情黄金满废卡，一张黄金 GP 双人的赛罗奥特曼和折头奥特曼原始形态，后面这些是巨型卡，还有一张月儿盖奥特曼 V2 型，还有一张奥特之王的 LGR， 后面也是横版了。最后咱们来拆小马的十元包吧，拆小马的卡当然要用到装小马卡的盒子啦。这是我之前拆两元包拆出的黑贝啊，也是我唯一的一张黑贝。那拆十元包就把这张 SGR 放前面给我助助阵吧。那我当然希望拆到 FC 卡啦。先来第一包好卡先放在里面，等一下最后一起看吧。希望我今天中到 SC 卡。好卡，哎，好像被你们看到了。好卡，最后一包。好卡，好了，拆完了，看一下拆出了哪些卡片吧。鱼饵卡布莱特麦托森，三地卡宇宙公主和紫月公主 ，LSR 大块头，三地卡苹果加尔 ，SSR 水龙，三地卡重点女王 ，SSR 珍奇，三地卡珍奇 ，SSR 英韵公主，三地卡碧琪，鱼饵卡夹心糖果，三地卡柔柔 ，SGR 卡柔柔，哇，这一张 SGR 卡好看哎！哇塞，把这两张好卡装进卡套，拆出了两张 LSR， 还是挺不错的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把你们点赞留下，这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